2009年5月22号，星期五，圣利达节日。早上在省会大厅，大家总结了有关在传教方面的工作，同时大家讨论了有关在巴西传教区的工作计划。大家提出了各自的疑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由巴西传教区的代表会士来给大家解释那里的具体情况。在中午中间休息以后，由豪塞神父向总会长、省会长提出了有关中国传教区的问题，希望修会、希望省会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工作方式对中国传教区，希望修会、希望省会能做出一个对中国传教区的未来的计划。后来由Juan Luis神父给大家描述了有关对青少年学生的牧灵工作，主要给大家描述了在西班牙、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的学校的牧灵工作。后来由大家提出问题，个人的不同想法，由这几个不同的学校的负责人来向大家解释具体存在的困难以及现实情况。最后在下午6点钟，我们举行了弥撒圣祭，由总会长来主持。他给我们描述了有关圣利达修女在生活中间所做的事迹。他邀请我们大家学习圣女的表样，在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中间去实践。因为今天是圣利达节日，我们一天的生活都在节日的气氛里度过。